孙子，你现在都可以回来，就改变他们的未来。你们要不要看？好啊，我们去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吧。对，真漂亮。但现在你看到那个是原来那个屋顶的形状，是本来这个屋顶是到这里的，所以我们的新的顶就等于是盖住这个房子吧。对。进来啊，这个凉快。哇，这里凉快，爸，你上这凉快一下吧。对。哇。这些白的，你说的都是那个对，是新的，然后呢？下面这是旧的。爸，他把它一个一个都编好号码，没错，然后又再放回来。现在所有的复古建筑都是这样的。你看以前的话，老百姓他又没有水泥嘛，在早以前，他都是白灰、沙子，对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他是弄的。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长城的城墙啊，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？糯米。糯米？哎，糯米。用糯米，爸，你还挺懂的。用糯米、白灰，还有一个叫什么三合材料，所以说我们那个城墙多少年它都不倒。哦，我们再去看哪块？这旁边的厕所，这边的厕所也可爱的，我觉得很可爱的，是有一个有一个洗手间，还有个小浴缸啊，对，挺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我觉得做的挺好，特别这小浴缸特可爱。你看多棒啊！这个采光也特别好，那真不错哎，真的挺好的。哎，这个楼梯太漂亮了，让这个房间既显得那个优雅，但是又有这种低调奢华的感觉。是吧？漂亮。咱们这个家还挺有家样的嘛，什么都有，一应俱全。哎，你们摆的还挺有感觉的嘛，是吧？有花草。刚才还在夸自己呢。我摆的。啊，你比较擅长这个。欢迎你们。对。做一个暖房宴。谢谢。爸，累不累？你可以歇一会儿。不累。我给你喷点花露水来。那我们看看下面有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对，就可以拿。然后他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好啊。煮什么菜啊今天？买了，刚才说什么？我家有啊。哎呀，不要了。可以了，够了。好，我们回家做饭了。好，谢谢奶奶。奶奶。出去了，你这满头汗啊，我的妈呀！我不是，我在屋里吹的嘛，我在外面去练一练啊。太热了，热死了。你别中暑啊。不会。太多汗了，爸，热死了。你上这凉快吧。凉快。哎，这东西能吃吗？那是啥呀？那是花生吧。不对吧？你喝喜欢吃的花生。尝一尝吧。好吃吗？吃花生和芝麻呀。别弄在嘴上啊。好。现在布置餐桌，帮我把这个拿走吧。哎，这里还有名字耶。对啊，这个是放在那个餐布上面的。哦。弄得挺时髦的嘛，这个还写上人名了。
哇，这弄得好有情调哎。对啊。这是我们买回来的菜吗？不是捡回来的，就上面捡回来的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有鸡蛋，也有那个番茄，可以做那个番茄炒鸡蛋。看来番茄炒蛋大家都会，我会做个番茄炒蛋。你会做是吧？我来做这个番茄炒蛋，谁会切土豆丝儿？ Okay.那我先炒一个土豆丝吧。你会炒吗？会。你会切吗？会。OK。我再做个秋葵，秋葵可以水煮，然后可以蘸那个酱，或者我们有那些调料，蘸酱或者拌一些调料，这个就是比较方便的。这个洋葱帮你切开吧。好啊。帮我把切丝，就是。切丝是什么？土豆丝就是大概一个长方形条下来。可以吗？长方形就只不直接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切就好了吗？是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懂了。就这样，我来吧。切土豆，对。打好了吗？打好了。打好了，我来炒番茄炒蛋。啊，姐姐，你去逛一逛吧。对，不用吧。他们去弄，他们去弄。我们因为反正你们今天到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没能看得到，因为太热，所以要不我们就散一散步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走。所以有一些细节，比如说这些呢，就是这个圈里已经本身有的，这个叫瓦片。所以我跟设计师说，我说这个是很特色。它这个是你们粘上去的吗？对，是本来旧的房子我们拿下来的，然后重新就放在这儿，然后顶上也用了，这边也用了。那我们去那边吧。走吧，看看他们的创作的杰作。是为什么有这样的顶呢？村长跟我们说过，这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双尾巴的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条龙，所以这个概念是从那个故事来的。哎，我觉得你的建筑还挺结合就是徽州建筑文化的这个精髓的，就加了这些现代的工艺进去。我觉得你这个铜的选择真的太棒了。这个不是我的选择，其实这个是子怡老师的，因为我不知道隔壁旁边有一个铜厂，铜龄好像就是做铜最聪明的，对，所以他就想得到在这个家里边有一部分的是用铜的。这个是我们本来是想这个主卧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思考东西，可以打坐啊。这都你自己亲手做的？当然师傅帮我们就有一个结构。我知道，就算是有人帮忙也得能做还行。我今天也是重新认识你了。爸呀，咱俩这辈子没有当过秋千啊，这咱俩第一次当秋千。你行了吧？没问题。高血压不要犯啊。好了，小的时候我们家没房子，然后到处搬家，然后到最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房子。哇，我就觉得房子好大好大，我爸那跟我说那房子才27平米，可是我心目中那个房子好大。那个房子是我一生中最漂亮也是最好的房子，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温暖，带来了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的空间。你俩离我近一点。好。